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预设朋友，你哋好。咁其实今日录呢个影片俾大家咧，都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，因为咧呢个天气令到我今次个气管好唔舒服啊，同埋就好痕啦。咁睇咗医生，但系医生就叫我尽量要休息个气管同埋声带。咁所以而家讲嘢咧个喉咙都好痕嘅，咁所以就唱歌我都要暂时休息一下。咁所以嚟紧今晚嘅直播咧就会暂停一次啦，同埋嚟紧星期六咧1月1号咧，因为我都有嘢要做咧，咁1号我都要暂停一次直播。咁嚟紧系1月2号星期日咧，咁先可以再同大家见面嘅。咁喺呢度咧，我代表 JP 团队咧，多谢大家，亦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。顺便咧，亦都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你哋。